台湾媒体报道，近日网络热传一张日本 A 片的影片截图，照片中一名身穿粉红 T 恤的男子和其余四名男子正准备对一名女子图谋不轨。有网友指出，该段 A 片描述的是五名不良少年轮流性侵一名女子，情节跟李某某性侵案吻合。对于疑似有日本片商已将此案翻拍成 A 片，不少网友表示，日本速度，李某某刚被宣判，木头立刻有电影，真的好快。9月26号，李某某等五人涉嫌强奸案在北京海淀法院公开宣判，五名被告人的行为系轮奸，李某某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0年；被告人王某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2年，剥夺政治权利2年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